天赋的孩子，今天都好吗？谢谢上帝让你陪我一起灵修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你知道吗？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是为了你成为贫穷，以至于你这一生可以成为富足。我们的神是宇宙中最强大富有的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主耶稣降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。这个家庭有了耶稣之后，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结束了贫困的日子。有博士从东方带来宝物献给耶稣，圣经说博士揭开了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小小的婴孩耶稣。耶稣的同在为他的家庭带来了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乳香和没药是当时两种最昂贵的香料。博士和他们的随从、保镖、大队的人马浩浩荡荡的一路从东方长途跋涉而来，肯定声势浩大。因为圣经说，当博士们来到了伯利恒这座城市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了。可想而知，这群人给耶稣的父母带来了很多黄金、乳香和没药。简单来说，耶稣地上父亲的家，因为有了耶稣住在里面，就一夕致富，而且变得非常尊贵。同样的，当你打开心邀请耶稣成为救主的那一刻起，耶稣就住在你的生命里了。有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准备当个有钱人吧，因为黄金会主动来找你。只是你要记得，不要自己去寻找黄金，而要单单的仰望耶稣，因为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，使你可以成为有钱人。所有使你富有的机会和能力都是耶稣给你的，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为你吸引财富，因为耶稣本来富足，为你成为贫穷，叫你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，我是香香牧师，我要为你做今天的祝福祷告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又为你复活。因着耶稣的血，天父已经赦免了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罪。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，你已经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。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你必因信得生。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。永远记得天父爱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